全球最矮男澄清六尺二高妹，介绍过佢好多次啦，仲记得吗？系啦系啦，得22寸高嘅尼泊尔少年马加尔，佢星期二到纽约旋风式访问。高六尺二嘅女记者斯塔特米勒唔单止同佢握手，仲约佢喺曼哈顿桥兜风。马加尔谂都冇谂就应承。传译员话马加尔好鍾意高妹，对金发女郎就更加系钟情添啦。不过佢可能玩得太尽情啦，攰到要高佢四尺四嘅斯塔特米勒抱住行唐人街。17岁嘅马加尔天生患有罕见嘅原始侏儒症，系全球大约100个患者之一。